老婆，我有点不舒服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要紧啊？还好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是哦，可是我还想再逛逛哎。那待会我们地下室集合。好，我们那边相会。好，那我待会再来找你哦。Okay.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分析病人心率，不要碰触病人。朋友不要碰触病人哦。老公，你怎么了啦？老公。建议电极，正在充电，不要碰触病人身体。立刻进行电极，立刻按下橘色按钮，完成电极。如有需要，开始心肺复苏。刚发生什么事？好，小姐不要紧张，我们来处理。先生，没有呼吸。好。没有脉搏，准备急救。5, 2, 6, 2, 7, 2, 8, 2, 9, 30。